欢迎来到畅红谈房产。今天呢，我刚刚从外面回来哈，walk through 一个新的房子，新房刚过户，那么今天呢，分享一下就是说这个客户买度假房的故事，那这个客户呢是11月29号2022年去年的时候呢联系到我们，也是因为 YouTube 啊，然后看了我们的点评，然后演员也比较好，所以呢就是给了我们打了个电话。那么从那天起到过户时间12月30号，他新房过户呢，就是1个月左右的时间。那非常高兴啊，他们的新房过户，拉斯维加斯也是一个度假胜地哈。那么就是说，客户其实选一个房地产经纪的时候呢，也要看这个房啊，就是说经纪的这个点评啊。他的就是说工作的热情啊，敬业就是多方面的。我们是希望客户这里的话能够买到他想要的房子，完成他们的房产的这个梦想。那么就是也谢谢客户的信任哈。那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们拉斯维加斯的话就是是一个非常的就是说有 variety 的这个新的一个开始啊，就是做一些 landscape 啊，后院的这个建造啊。今天的话就是，客户这边已经跟 landscape 已经后院的这个美化已经开始，就是见面了，觉得我们在这里的话就是一个协助的这个角色哈，有就是说各种资源，10多年积累下来的，帮助客户的话就是说，从外州搬过来，还是度假屋。房产管理，因为我们是一条龙服务的，所以客户如果说有什么以后的房产需求的话，欢迎跟我们联系，我的电话号码呢是702-596-2046，也欢迎加我微信。